这身行头感觉怎么样呀？还合身吗？特别开心，我有年头没上洗浴中心了，穿的跟收费似的。你要干嘛？我喜欢特别不正经的那个。那来开始，来开始啊！不知道跟春有关系吗？有，跟春有关系。那你大声叫给我听。你好，我是江西汪峰。哦，江西的汪峰。那你是烧烤界的半壁江山呢？爸爸是湖北人，妈妈是山西人。我这是个混血的孩子。郭老师，你是喜欢萌的呢还是嗲的呢？喜欢便宜的。那你这身衣服这是谁给你设计的？自己向自己道歉。同事的这个工作是靠嗓子来赚钱的。靠嫂子来赚钱。这个能不能展现一下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钢管舞啊？你想象的那种是什么样的？咱俩想的一样的那种。我在微博上看过你们发这个戏的剧照，那光着膀子那是你啊？我两次被拍全裸。播出了没有？去你的！我能，你没看我那多圆呢？椭圆。你觉得瘦了呢？我说这衣服呀，来自江苏，哇，真棒！来自江苏就真棒了。你还去过别处没有？哎呀，你别这，你要后边死去。从开心麻花给你弄出来了，你单独组建一个开心菊花，老师吧？啊，老师，您别客气，是教授不丢人，教授不丢人。你就是他媳妇儿，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。是。唐诗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就是人老奸马老滑。老不知道他拿着哪个套让我钻进去。别瞎说，哪有套的事这里头啊？